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龙虾曾经是入侵我们中国的物种，但是近几年都快被我们中国人吃成濒危物种了。现在的龙虾都是几十块钱一斤，穷人家对于龙虾是望而却步的，所以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觉得能够吃得起龙虾的人都是富人。但是在世界上却有一个这样的海岛，几乎刷新了我们的三观。在这个海岛上，龙虾遍布，只有穷人才吃龙虾。海岛上海景房到处都是，号称世界最好玩的海岛。这个海岛就是梅诺卡岛，位于西班牙，是西班牙的后花园。这个海岛上的风景非常特别。在我们中国，大多数美丽的海岛都是四面环海，这样能够全方位的窥探大海的秘密。但是梅诺卡岛就不一样了，岛上有一个非常陡峭的峡谷，峡谷里青山绿水，悬崖绝壁，一应俱全。最奇特的还是山上的海景房，躲在树木丛中，美得恍若隔世。海岛上的海景房非常独具特色，房子身后入眼即是落英纷然的树木，房子身前是一望无垠的湛蓝色大海。正是因为其独特的海景观景方式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来梅诺卡岛旅行。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经常会去渔家乐，海面上浮着许多渔船，人们想吃海鲜都会去海里打捞，每一次都是满载而归。在岛上有着一个非常庞大的海鲜市场，市场里面有许多珍贵的海鲜产品，龙虾在市场上是比较多见的，但也是最低端的，价钱可以算得上是白菜价了。在岛上只有穷人才会去买龙虾吃，因为龙虾的价钱是最便宜的，这让很多去的中国游客都大惊失色。这样的生活状态跟我们祖国是完全不一样，真是让人忍不住想要在此地隐居呢。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被这个绝美的海岛风情所诱惑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。